大家好，我是零点期待，我爱大家，耶、yeah! 你可以说我帅不帅？我帅不帅？帅不帅？你们的回答，帅，还可以。所以呢，是第一次来台湾。初めてです。今天下午抵达台湾，虽然是这个行程很匆忙哦，但对于这个台湾有一些什么样的粗略的第一印象吗？あったかいし、気候も、人もあったかい。气候非常的炎热，然后大家的热情也非常的炎热。提到台湾，会想到什么样的东西吗？食べ物。食物。ご飯はやっぱり僕大好きなの多いので、小籠包もそうだし、火鍋もそうだし、あと夜市のね屋台の料理。さっきそれこそ多分ファンの方たちから、楽屋に差し入れいただいて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哦。美味しかったです。因为台湾有很多东西是他非常喜欢吃的，譬如说珍珠奶茶，或者是一些夜市的一些摊贩小吃，然后或者是小笼包，这些都是他的最爱。所以刚刚也有粉丝呢给他珍珠奶茶。哦，已经喝了珍珠奶茶了吗？飲みました。哦，感觉怎么样？美味しかったです。非常好喝。听说今天将会有赞美你的眼睛造型，是不是？須田君からすごい褒められまして、このメガネの形が似合う人はいないよ。那今天将会他真的非常的大大的称赞他，就说没有人像你这样这么适合这副眼镜的。那么最后能不能麻烦这个丁田呢，跟大家说一下你个人的真实性格跟这个剧中的这个寿吉先生有哪一些相同的地方，或是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共通点，敵を作らないように。動くっていうのは言葉を選ぶ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似ているな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力之助は自分の心の内をかなり内に秘めるタイプですけど、僕もそういうところあるんですけど、僕は結局漏れてしまう、顔にも漏れるし態度にも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力之助ほど大人じゃないです僕は。那第一个的话呢，相似点的地方就是说哈，会很比较内敛，然后呢也会不会跟人家对立起来，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呢会慎选所讲的话，然后呢还有就是比较温润，比较不会把性格藏起来。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其实他再怎么藏都还是会显现在他的表情上，或者是他的脸上这样子，所以都会泄露出来。现在我判断你的表情应该是非常的 enjoy。很享受此刻在台湾的首映啊。すごい楽しいのと驚きで、今日皆さんこんな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って僕知らなかったので、須田君と間違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今日来る人と。町田で会ってましたか。除了非常开心之外呢，也非常的惊讶，就他没想到说这么多人在欢迎他迎接他，你们是不是把他当成兼田将辉了？奈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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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大好き，你看。